好，再次谢谢我们三位金牌导师的点评。那接下来也进入到我们的对决时刻，再次请回上一组演员，有请何欢、蒋诗萌。接下来最紧张的时刻到了，现在答案呢就在我的手中。首先我们来看英达老师的投票。英达老师把他宝贵的一票投给了蒋诗萌、何欢。谢谢老师。接下来我们看的是郭德纲老师的投票结果。特别紧张，整体的效果我给自己打80多分吧，该有的能力我也显示出来了。郭老师把他宝贵的一票投给了何欢、蒋诗萌。谢谢。我的天哪，太厉害了。陈佩斯老师同样何欢、蒋诗萌，祝贺二位。很意外，完全在我意料之外。我感觉内心很惭愧，因为这一期的作品没有达到我们自己的满意度，所以会觉得有点愧对于这三票。很遗憾的，在这里我要宣布，张玉、霍星辰今天金牌喜剧班正式结业。谢谢大家，希望你们加油。谢谢你们。谢谢陈老师，谢谢英达老师，这样不错，挺好。好，谢谢。不交事，好，下了，各位，拜拜。在这一次能够跟着陈老师班级进行学习，真的是一生当中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。没有什么遗憾，我认识了那么多朋友，这就是我们宝贵的经历。